拍谁？小姐，我哩等阿姑。小姐，你是要饭的吼？啊？什么要饭的？你才是要饭的嘞！我是讲这个萝卜饭是不是你点的啦？不是哦，我点的是味噌拉面哦。哟啊，拍谁？我想起来，我做唔对，等我一下，十分钟我随来吼，我随来。哎呦，拍谁？拍谁？小姐，拉面好啊，你味噌拉面好啊，现拉的。爱探小脚哈？什么现拉的？那安内好恶心，我不要。这我的招牌拉面呢？还是你要换吃别项？不爱啦，好恶心，我不要了，我要走啦。那画避免都避免，莫怪人讲女人心海底针，我不爱就算了啦。好啦，小姐啊，注意安全哦，你一路好走哈。